要鼓就都鼓出来呗。嗯，哈哈。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谢谢。真好啊，行。你瞧，冲着外头多好啊，挺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爷儿俩给您大伙儿说这么一段。哎，平时在一块儿的机会不多，很少啊，真的。嗯，我特别愿意跟于老师在一块儿演出。嗨，真的，很客气。从您身上能学到不少的东西。那就捧我。我跟我师父相识，那得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啊，对，我们是师徒，那个时候就在您家。对啊，那在人家玩儿。嗯，我师父是个老北京啊，北京人，老北京。嗯，家里都有族谱。啊，大家族上面都记载了，嗯，几万年前就住在北京。嗯，你看那个那时候有文字吗？那时候我几万年前住北京，哪有谱啊？那时候不是说周口店那个头骨是您父亲吗？啊，那活太大了，这岁数。不，那是北京猿人。哦，跟您这不挨着是吧？也是北京人的那个最早的祖先。那是老祖先了。对了，对了。您是后迁到北京的？我是我父亲那辈儿迁到北京。哦，嗯，对对对。甭管是从哪儿过来的，嗯，我从您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。我有时候教教他。啊，真的，您这个我觉得啊，整个后台我最尊敬的就是我师父。啊，那师徒吗？有什么心里话跟别人说不出口，那跟我师父我愿意说，这得交心呐，真的。嗯，今天也赶上好日子啊，也赶上对的人了啊。是，我得跟您诉诉苦。哟，孩子怎么了？真的，俗话说师徒如父子。对对对，我拿您当我亲爸爸一样啊。那是啊，应该是这种关系，是不是？嗯，真的，我有什么话都告诉您。你说说，我爸爸对我不好。你提这个，哎呦，行了，怎么不好啊？啊，您这吓我一跳啊！不是，我得搞清楚了。啊，这我这头发差点都曲里拐弯了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当时就现原形我啊，是这么个情况啊，也不能说对我不好吧？那是怎么回事？就感觉他对我呀，啊，比对别人更严厉。跟你还严厉啊？那可不啊！我就拿家里的这个情况来说，你说说。我和我身边同龄人跟他们这些孩子完全不一样。有什么区别？人家出门穿那个衣服呀，开的那个车呀，啊，都比我好。都开好车。那可不，人家一穿衣服讲究名牌啊，现在都讲究穿大牌。纪梵希那个衣服呀，开的那个车呀，啊，都比我好。都开好车。那可不，人家一穿衣服讲究名牌啊，现在都讲究穿大牌。纪梵希，嚯，您也穿吧？太贵了那东西。范思哲，那是是是，穿人穿的鞋都 GZCL 的，世界的大牌。我怎么跟人比啊？你不穿这个吗？我就一身德云华服的大褂，这倒省钱，他们家自个儿的啊。就这鞋算名牌，是内联升的。这什么名牌啊？这我怎么跟人家比啊？ 啊， 啊，人家出门开那个法拉利，开兰博基尼，嗯，虽然我出门坐那车比他们贵吧。啊，二号线，哎，那是比他们贵，现在是吧？但是我们是一大堆人火着用，啊，这嗨，别提这个了，啊，是吧？啊，我这跟人我没法比呀，啊！你真是，你怎么这么好的条件，干嘛不给孩子点钱呢？是吗？我回家我就找他，我跟他生过气，你跟他要他就给你，我找他去了啊！我说爸，您可不能这样，嗯，啊！我们的朋友一个个，你看人家什么生活，我什么生活呀？就是，我也要钱，你也给我钱，我也出去花去。对对对，我一说完这话，我爸当时就掉脸了，哟，还生气了。郭麒麟，你要危险呀你，三观不正啊！怎么就牵扯到三观了呢？啊！你说爸爸，我现在能给你钱，日后有一天爸爸不在了，谁能给你钱呀？啊？哦。再说了，你以为有钱就那么好吗？不好吗？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？你错了，孩子。嗯。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。确实是。有的事儿我都不知道。哦，我以为您想象得到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想歪了，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。您别想歪了，这是怎么？其实是，你爸爸在家里根本就不快乐。
只有出来才快乐。别胡说八道，你管着点你这嘴巴。一会儿该囊我了，一会儿啊。咱怎么说呀？生活是一方面。在工作上，我觉得他对我也不好。不，这个你就在工作上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不，您看，今天是赶上封箱了，这么好的机会、啊，当这么些观众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，让我跟您在一块演出，这多好啊！平时呢，嗯、啊，非得让我跟他徒弟在一块合作，阎鹤祥啊。我爸虽然水平高，他教出来那个徒弟的水平能跟他一样吗？那比他肯定是不如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甭管说是在这儿的不在这儿的，活着的死着，咱也不管啊啊！你就说。就给我安排这阎鹤祥，这跟我在一块儿，我能进步吗？孩子，你说这我挺理解的，嗯，对不对啊？搭档都得一边骑，是啊，哎，这差点是不行。他一直拖我后腿，没有他我早就火了，您知道吗？阎鹤祥拖你后腿？当然了，我早就看这孩子不地道。我徒弟，你这拖他后腿，他正在事业的上升期。对呀。就是咱们余家门这些个孩子，虽然说人数不多啊，咱们是精，那是咱们就少而精。对呀，啊，他们的乌泱乌泱一大堆，那个是不是？我早就看不惯你师傅这收徒弟。嗯，真的，看不惯谁收徒弟？你爸爸这收徒弟？我的天哪，吓死我了！不是，不是，这他徒弟太多了，净跟他徒弟说话，可不嘛，就容易说错。就是你收那么些徒弟，他没有用。嗯、啊，不是，这不是没有用，还净给钱，他不给你，他该给他们呀。这是啊，对呀、啊。我分析这就是问题，真的。我今儿这么跟您说啊，今天也借这机会，我跟您说清楚，我不跟他演了，行吗？我打今儿起跟阎鹤祥我们俩分开了。不是他有问题归他有问题，不，我不管，俩人搭档还是搭档，分手快乐了，行吗？不是，你要么你把他叫上来，行吗？我别，咱别请，你把他叫上来。打今儿起我跟您演了，行吗？我跟您合作。爷们儿，让阎鹤祥跟我爸演去。行，没问题，有这话，咱爷儿俩谁跟谁？是，没问题。你把他叫上来，我说说他，咱一块儿把他叫上来。哎，把问题摊开了，得，好不好？在吗？哎，阎鹤祥，人来了吗？哎，来吧，上这儿来。来。我说这节目不是没有我吗？是没有你，是没你。我在后台睡会儿觉，我刚做一梦，哪个弱智说我不地道，我听着。您师傅，您看见没有？不是，看见没有？这就开始了。他平常就这么说话，多新鲜呀！不是，这不找一小包袱吗？我拿于老师，这是包袱？不是，我今天包袱不包袱，单说，嗯，你们哥俩这个，他跟我怎么意思？有矛盾？没有矛盾，我们合作挺好，一直。你他爸把我身份证收了以后，我就干不了别的了。你别。什么时候把你身份证收了？那你还给我呀，倒是。身份证收了。那你还给我呀，倒是。压根儿也没收你，你别当着我当着我师傅，你这么说，我告诉你。不是怎么了？我挺好，咱合作不是挺好的？哪儿就好啊，阎鹤祥？怎么呢？我今儿当了这么些观众，我问你。哎，你把问题谈清楚。你做的那么些个对不起我的事儿，你全都忘了呀？你。不是，那回是你女朋友先提出来的。你等会儿，我不是。他跟于谦那会儿就口臭，对呀，这里没我什么事啊。你把这事儿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是，就我们俩不，哦，不是这事儿，不是，没，不是，是什么事儿？我压根儿就没有女朋友，没有这。咱们说工作行吗？对呀，工作啊，公是公，私是私。不怎么了？您说，在工作上是不是你一直拖我后腿啊？啊？不是，我怎么拖您后腿了？我柔韧性就差，我够着您腿吗？我。就拖我后腿就是拽我是怎么着的？不是你们都底盘低，我也够不着我这。我就告诉你，打小时我这么，打小我就认识他。对，打小我就看出来他长大没有什么出息。我是你打小看出我长大没出息了，我呀。对呀、啊，你从哪儿看见的我呀？你看，按理说我们俩私交不错，对呀、啊，不至于闹得这么僵。我们俩是什么交情？打小玩到大的交情啊，知道吗？小时候我们那都光着屁股满胡同跑。不，这不实话吗？是真事儿啊！啊，那年我6岁，他21。对了，这还光屁股呢。我因为这劳教了3年呢。我好家伙，是，您先等一会儿，咱这就别提了，这就是
你说咱小时候好归好，长大了我没想到你变化怎么这么大。不是长大了，我跟您合作没毛病，咱怎么了？咱这咱哎，咱就从专业上说起啊。专业的于老师在这，您我就怎么了？我大胆说，大胆说，这是个机会。哎，你上来，我师傅在这儿。咱小的时候学都是于老师，他是代课老师，对他教咱们都是啊，相声演员四样基本功课，吃喝嫖赌，你哪样？我不是不是，你哪样是？不是于老师，您看，这是我没能耐吗？这是不是不我什么玩意儿？我师傅有能耐，我是在学校教的这个吗？啊，嗨，你这还世家呢？这学校，功这是画四门功课，吃喝嫖赌啊？什么呀？坑蒙拐骗，没听说过。那你师傅在他们家教的？对，是的嘛。说学逗唱，对，说学逗唱哪一个？你哪个你都不占、啊？人于老师教咱的时候，咱们学的都不错嘛，都表扬了。表扬什么呀？啊，说那表扬都是我知道吗？废话，他是你亲爹。你等会儿，不是，我说就是他像亲爹一样那么爱护你啊！真是的，杨克祥，你打门干吧，你还？啊，不是，我这么说，我不说，不说了，这事儿都往外说。对，对，您也等会儿吧。站半天，就我蒙在鼓里，您看。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行，我觉得该告诉孩子了，真是，没事儿，早着呢。不是，您这再这样说，大伙儿都误会了。啊，我严正声明一下啊，于谦老师是我的生师傅。生父还是师父？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话、啊、我不是师父，是我的师父啊。你嘴里清楚对吗？嗯，于老师教咱就说就拿说来说。您说说怎么了？我相声演员嘴最重要，你这嘴行吗？我嘴怎么了？你嘴笨得跟棉裤似的。对，是不是？什么比喻、啊、一张嘴那舌头上跟套着袜子似的，谁听得出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往后没毛病啊。学你能学什么呀？学什么都能学呀、啊、您学一傻子还是本色出演？对对不对？你这嘴多损呢，于老师。哪个都学不了。你是不是这样啊？你看看，我怎么就跟傻子似的了？我就是这样。你说逗逗怎么了？你能逗吗？我能逗乐啊！哎，往台上一站，嘚不嘚嘚不嘚，说四十分钟，底下观众一个乐都没有，跟对口的晚报似的。您说这是他跟你爸上春晚的相声，您知道吗？不是我说的吗？那地儿就这要求，你看看。你要今年花那么多钱又没上去，行对不对？咱行，什么叫花那么多钱没上去？压根儿也没花，没有钱的事儿，对，没有钱的事儿。我们央给人家来的，换男导演了，是吧？没听说，嗯，说你们俩的事儿，是我真说着呢吗？是不是？说着这，喂，你不要往外支啊！啊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咱先放一边去啊。就说这唱，你能唱吗？哎，唱我没毛病，郭麒麟，你还没毛病？怎么了？我这么告诉你啊，唱。不光你就刚才上了这么些个演员，一个一个全有毛病。那唱的不错。什么不错？谁唱的不错？刚才那节目那叫唱吗？没事，那都叫学唱。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，你现在找去吧，会唱太平歌词的有几个人啊？怎么没了？大开场上了100多个相声演员，这是当今中国相声界的中坚力量啊！就这100个人里，也就仨会唱的。哪呀？我得说的对，我爸、我师傅还有我，就这仨。找不出别人了，赶紧听到30就一个都没了。我跟您说，没听说过，凭什么呀？上春晚了，对，那是听不着，那是。不是您说您这贬低我，您这不是贬低，不是你会啥？你就没学过呀？您也不相信我是吧？我是不相信，我没听你唱。我爸爸什么时候教你太平歌词？他收我钱了，凭什么不教我呢？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呢？现在是？他什么时候收你钱了？他怎么我们家房子没了呢？他？我们家都交了学费了，我跟您说。你们不，要说你们这师兄弟不地道。您也分钱了，您别说这，我跟您说。我分的少啊。你分手你也分了你。行了，还得烫头，我每年烫头1000多。你少说。一烫头就过生日，我没法说你了，我跟你说。这都像话吗？废话。我们不收钱，拿什么上春晚？我哥，这是我说吗？这个。这一家子什么买卖？我跟你说，真是不是，这别的都不提啊，什么钱不钱的，我都不在乎，我都不往心里去。是你爸快乐，你想象不到，你是不在乎你。咱今儿就当众咱 PK 一下 ，PK 你快乐是怎么着？你不是不服吗？你跟我来，对吧？好，您。咱今儿就当众咱 PK 一下 ，PK 你快乐是怎么着？你不是不服吗？你跟我来，对吧？好，您就这么像他是吧？不是像他，他唱我教的，你唱我没听过。好，哥，我今儿当观众啊，我给我师傅的徒弟我长长脸。长什么？郭麒麟就太平歌词啊。怎么样？你一张嘴我就告你是哪段。什么？你一张嘴我告你是哪段。脾气这么大。对了，我一张嘴就知道哪段。就不服了。你看这个，你来，跟他来。
哪一段？您闻见没有？他吃蒜了。哎，别，你闻见没有？说吃蒜，没吃蒜。您光张嘴不出声啊？你说张嘴？对，你说的。您得出音儿啊。还得出音儿。多新鲜啊！我这么告诉你啊，我一出音儿你就害怕了。不信了？听这个啊。嗯谁侮辱你了？是怎么着？这叫怎么说话？什么词儿？这是、哎、是您看看他孩子，有他这样，他还是孩子。就是啊、对呀、啊，要不您说我来啊？对不对？什么就干嘛？怎么什么就您是您说整句儿的呀？您得来唱一整句儿，整句儿的啊，唱一整句儿能干唱吗？啊，我得把我那钢琴拿出来。您这不外行吗？太平歌词用钢琴，你就用钢琴，对，多新鲜啊！你也不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玉子。哎呦，你还知道这叫玉子？单学这名儿，你爸收了我3000。嗯，爷们儿，咱那不贵，咱那不贵，还不贵呢。料少了，料少了。我一场才40多，我。你甭管那个，行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来吧。名字不重要，得会打，得会唱啊。这玩意儿谁不太简单了？来，呵，你看，啊，行了，别垫了，长不了个了，基因问题，您这是啊，行。用不着，我们这都世界男子标准身高。哎呦，我天哪！比我高都巨人症。好嘛，你姐宽心吧你啊！来了啊，来来吧，这就开始。师傅，听茬，我给您长脸。对，好孩子，我给您长脸。好孩子，行不行？您这得公平啊，于老师。当然，我什么时候不公平过？你什么时候公平过？来来来来来啊！听这啊，一张嘴啊，这你就不会啊。嗯。昨日里阴天渭水寒，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。典型的近亲结婚嘛，我说什么来？有我什么事儿？这里你等，有您什么事儿？行了行了，太乱了，咱们这个。您这我都说上来，您跟这扭什么呢？您在这儿，你唱声太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你把声压下去了，他唱没用。对，哎，你可真公平啊！你这你看看，听不见吗？还唱什么呀？啊，这赖我压过他了是吗？我信呀！你这还不行吗？这个我不压着你，你来一回。你说清楚了，你不别在吊门上压着我。我这吊门别的我也压不住你啊！真是的，你真是。嗯，换一个。哎，这我可会啊！会。你承认我刚第一个，这第师傅一个嘛。咱于家门，您我打小您就教育我。对呀、啊。咱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没错。对吗？我头一个上来灯给你问住了，你不会，你说你这么大人，你脸往哪儿搁？你真扎后台马桶里撑死了，你赖谁呀、啊、你？我跟于老师够吃的吗？我们俩，你拉着我，我什么时候啊？师傅去，这是怎么着？我但您甭那么损啊！啊，这照顾我脸是吧？不新鲜，你再来一个。你是不要脸了吧？这我就没有脸，我干这还要脸？我来唱一别的，来听这啊！啊，对，第二段啊，第二段。啊、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臣贤万民安。行了，行行啊，行。你唱那么快干什么？三齐贤王名叫韩信，灭霸。韩信算卦呀，韩信算卦呀，我要不说您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问你，你真有大人大量吗？就这么露脸，我告诉你，行，完了吧？我会，你会，你不用唱那么快呀。就是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对，你唱那么快，他跟不上你，他还唱什么劲呢？对、啊。还您真是上阵父子兵了，你们真的啊！哈哈哈，这我唱的快是吧？是啊，再来。我师傅这多公平，一看烫个头跟大法官似的，多好！你看看什么大法官？你真是的，这今儿还剪了剪啊，不是老狐狸似的。那再换一个，你再来一个。行，这样啊、嗯，我也不跟他闹了，是吧？啊、行吧，赶紧把这矛盾解决完，让他滚蛋，咱俩好好。不是，咱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们分开合作，你知道吗？目的是你们俩和好，目的是和好还调教我。行，那这样、啊，证明我得要和好、啊、我来一绝招，把你弄服了，行不行？还绝招，你来好吗？啊，我唱一个绝段。哦，太平歌词打有到现在，您各位都没听过，哎呦，连我爸都没唱过的，咱会这绝的，行吗？来来，我唱一段，展示一下，连我师傅都没唱，这是古段，听过这段的人基本都死了。要不您站这边来，要不您上这边来，您这么瘆得慌吗？您这我那意思说这段，你是唯一一个活着的，对，你看。好好行行吧，来吧，就没给观众唱过这段，太老了，你们家压箱底儿，前清那会儿那演员唱的啊。行行，来我听啊，听着，你把前天的能唱了，我看看啊，听这啊，嗯，没听过啊，我听啊。那杭州、哎、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此景行了，疯了是怎么着呢？行了行了，我这回没压着他吧？
你摁着他也不成啊。这咱说说吧，这回没我毛病，我先说这名字了啊。你说《白蛇传》这段你爸没唱过呀？除了阿富汗，你爸在哪儿没唱过这个？06年走学全唱这段了，这个前天没唱过。对了，那管什么用啊？这个不是说前天吗？行，完了吧？好，嘿，好好好，太好了，阎永祥啊！不是你长能耐了，这出息了。不是你，来，哎，你们俩合作，你们俩谈。你站在这儿，嗯，眼睛看着我，别往别处瞧。你能啊你，出息了。不是你，来，哎，你们俩合作，你们俩谈。你站在这儿，嗯，眼睛看着我。别往别处瞧，你能啊你，就能耐，出息了，对，长能耐了。这两天学了不少啊。啊，我唱一个你会一个，唱一个你会一个，你还想干吗你？啊？这就是撅着逗哏的。你呀、啊，你听这个效果，我这哎，我告诉你，阎永祥，你这是简单的问题吗？你这不是简单的艺术性问题，这是人性的问题。当着这么些观众，七五少班主是不是你啊？啊？你还想长久的干下去吗？你看见没有？你心术不正，憋着篡权夺位，你这政治问题啊！你这是？你太不像话了，你！说谁呢这？这你不搅和我们俩没这事儿？我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起，气得我弄死我！你起啊！告诉你，在这儿别给我来这套，这是我师傅，你知道吗？于老师，您得做做主吧。咱说啊，于老师，我拿您一直很尊敬您，这么多年，郭麒麟常年这样，您管不管？观众都看着，这太混了，这不是我就这样了。你不能，你欺负我们？不是，您得说，你对不对、啊？您他轰我走这，我就轰你怎么了？我有能耐，别你再不走，我抽你信不信？不是你没见过星二代打人是怎么着的？啊？你打过不少人了，你已经知道吗？我这逮着给你扎一针海洛因，我干马上就逮你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您是有赵班主，您不能欺负人，他有能耐。大林，听我，你甭管我了，我告诉你，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说话，大林，咱们，我先给你把这道理讲清楚。我不听什么道理，我告诉你，今儿我就急着呢，我在气头呢。哎，我今儿不把他弄死，我就不下去了。你气他也是。不是，你要疯着我，我是你师傅，跟你说说话，怎么了？孩子没规矩，当着这么些人跟我杠。我还管不了你了，我不是想跟您，我是想跟我，你跟我嚷，你告你爸不敢打你，我可敢打你啊！我告诉你，哎，我哎，我就是急你了，不是我打气头了，你什么急？说你，你得听孩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这样，咱不是不讲道理，对呀，是不是啊？说的还。当着这么些人，你得给师傅留点面子。是，但是有些是原则性的问题。怎么原则性也不能当着这么些人说？不，那我不急就不行了，是吗？你跟谁急呀？你不是我跟您急，不是他跟我，你我不是直接出去。跟谁急也不能跟我急呀，孩子。您说的对，好嘞，改了就好，改了就好。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啊，改了没事。啊，走走，我哎。来，这个我觉得吧，咱这怎么他是自动离开的吗？不是，你干嘛去了你？啊，来，郭麒麟，哎，师傅，说我，你就得听我就不听了。不是你干嘛去？不是，您是教育他，您是打我呀？您是。不是我这不教育他吗？你跟我你教育他，我翻俩筋斗云出去了，我这不今儿猴年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我这扬手，你老配合我。不是我说是，唱三段我全会，您的徒弟就会仨，您的面都遮在这儿了。我不是说您，爷们儿，你就会三段，您就教了我这三段，再有别的，不是关键，您不也不会了吗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还没拿扇子呢，你过来，咱们说点正经的。这孩子说话不招听，您跟孩子说话客气点，好吧？你一他横我就疼，好吧？
您跟他客气，咱们客，咱们踏踏实实，这我平心静气的把这事说。对对对，今天是封箱，咱们别闹，那自己闹。我吃的好，闹炸这小熊猫挺好的，是啊，是啊，你这都是好的爷们儿里道的，都挺好，俩人合作把说开了就完了。你说当着这么多朋友们，又是封箱这么好一日子，咱打得跟热窑似的，有意思？就是，对不起各位，可不嘛。你说唱这几段，你也。没出三句就让你给拦住了，你这都是传统节目，再往后也不会了，全丢在这儿了。得了，各位，您多必须多必须，俩孩子您多原谅。今儿这么着，我补您一段，哎呦，这我都没想到，太好了太好了啊！既然说了啊，咱们呢。露一段，哎呦，是我们，我教三段，我就会三段。我来十年，我没听过于老师唱过，各位，我也没听过。哎，来吧，我这没带 MP3，我得录下来，这很珍贵的啊。这都留着，都留着。来了啊，嗯。你听听，没唱的好就下来了，你好，服了，来吧，谢谢啊，哎。厅长，我这进板起板落，来来啊！你是我的小眼。